我忘记换衣服了，可以现场脱吗？可以现场脱着换吗？钻到桌子底下换。忘记换了。大家来到992染包信息秀，就在这里。手机用户喜欢主播，左上角关注点点；电脑用户喜欢主播，右下角主播通知扣扣，关注一下一二号麦的右键，关注他，点关注不迷路。主播带你回家走，感谢喜羊羊。感谢雷诺哥，你俩这是多长时间没来看我直播了？是来轮个麦，你俩碰到你俩了，你俩好久没看我直播了啊，过分了啊！新秀就在这里，手机用户喜欢主播左上角关注点点，电脑用户喜欢主播右下角直播通知勾勾，点关注不迷路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回家住，关注一下一二号麦的右键关注他，然后给大家跳下一支舞蹈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梦，你们在群里吵死了，我这样我就退微信了，你们快吵死了，跳个舞都不能好好跳。感谢我雷诺哥的666，谢谢我喜羊羊哥哥的666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然后92新秀的预约，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点关注一下一二号三麦的右键关注他。嘴瓢了，
992，染包星星秀就在这里。手机用户喜欢主播左上角关注点点，电脑用户喜欢主播右下直播通知勾勾关注992，染包星星秀就在这里，点一下12号麦的右键关注他，然后点一下12号麦的右键关注他，992星星秀的预约大家点点。手机用户左上角黄色的桃心，手机用户左上角有个黄色的桃心，那个时候关注，大家把关注点点。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的直播通知勾一下啊，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勾。感谢龙飞哥哥的棒棒糖，谢谢啊，雷诺哥哥的礼物，然后谢谢喜羊羊，谢谢，点了，你确定点了？没点吗？你到底点了没？我怎么没发现我的关注涨呢？如果我不小心低头看，再往上面点一点，点了。手机用户左上角黄色的桃心啊，黄色的有个桃心，不是桃心，现在变了啊，更新了。黄色的关注，电脑用户右黄色的关注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通知的一个框框啊。如果我不小心低头看了你的眼睛。
迷失了自己。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。忽然感觉浑身热血澎湃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大声表白。我的心跳加快，时间呢也就到了，我就要走了。然后那个咱们家的小哥哥，等会回去就不开了。那个，大家记得把关注点点，新秀的预约大家点一点。然后我的关注右下角直播通知，给我一个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个直播通知的小方格，那个方格打上对勾。然后手机用户左上角个黄色的关注，那个黄色的关注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还是11:12:45。12:15，我的麦序。